感恩环保志工上海慈济人在社区活动中心举办感恩茶会，村民们也感恩慈济把环保带进了社区。我们说句老实话，为了我们子孙后代，我们也要彻底把这个事要做好，让我们的天更蓝，水更清。工作来说，默默无闻的，而且他们有些同志来的路很远，都是掏了自己腰包，乘车子到我们小区。透过影片了解环保回收的资金都成为助学的良善力量，村民们更有感，回想三年前要在社区设立环保点时，支持的力量并不多，慈济志工落心带着做，自己也有收获。是为了环保站开展下去，我就真的是缩小自我，放下万有，就是公信万有，就是任何人来，任何人我都很感恩他们，就是真的是我自己成长很快。做环保，做环保，如同一家人，相互扶持，彼此感恩，在岁末年终时更加珍惜爱护大地的好缘分。大爱秀山美志工上海综合报道。